好了，今天就出发了。多谢橙子兄弟这好两三天的招待啊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啊，以后有时间了去山西吧。行。一路顺风，注意安全。啊。有啥你打电话就行了。你有没有拿个伞？那你把你拎的。没事，我这等会儿就到店里了。啊。到这个车先出，他说人过来了。下车了。好。啊。我去了。有什么事情了，给我打电话。好。咱也有微信。行。啊。行。啊。好。啊。啊。拜拜。拜拜。今天下点儿。蒙蒙小雨挺好，天蒙蒙雨蒙蒙，我的心敞亮。去，现在往祁连路走。雾蒙蒙的呀，这天。大哥在这钓鱼了。找一下修电动车的，大哥给我把船里接一下这个东西啊，我放狗笼。大哥，大哥这个挺好。一天了，找不见个修电动车的。现在去那个电动车那儿来，他没有扳手的配件，让我再去那个小区那儿，还有3公里。找见师傅了，师傅说拆下来不一定有，不一定有得拆下来，拆下来看一下长短，咱就好买了。要不现在黑妈妈的，对呀、啊，你看也看不出来。哎呀。塞这皮好不好了？不好了就把塞这皮撑拆下也换了。这两狗是你捡的吗？有一个是给的，有一个是捡的。这个是捡的。哦。那个是给的。在新疆，然后那牧民不要了，然后给了我。这个是在玉树那块儿。我吃饭来着，去了跟前了，为了十个馒头跟我走了一个月，撵也撵不走了。2年多3年了，没动过这东西。你没拆好，拆好了其实这个也不用动，你就拿锤使劲硬砸嘛。对，你下不来了，你不砸又没有攻击。你电子拿东西就行了。100公里能打中吗？走不了，我走20来公里，走路能走了100公里，走不了。对，卷尺，拿卷尺，弄它的多长？不用那么精确吧？必须的。6.5，九个头蟑螂那有，56根，56.5。他这没有，蟑螂有。他这个，你问呀、啊。这个是56.5哈。有。我就得记着点。有货，上回我找过。哎呀，有货就好了。那个轴承上不用上油。手上点。这是65啊。565。对，565长。好，565长。这西宁是不是修电动车的都在这块里？哪得有，有的。那我就找了一天也没找见。你网也搜不出来了。搜不出来吗？咋的没有？你修车的，修摩托车、电动车的，你搜是搜到我们这。哎，我搜了一家也搜不见，我说这哎。后来跑到人家那个电动车那修电动车那，人家告了我个这地址。你地图一搜就出出来了。我觉得这面还是人不少的，那面还有。啊？那个院里还有。院里有啊。嗯。院里有这个配件没有啊？啊、哦，他没有。这配件没有。来来来，扶着点儿。
这想换掰轴的话，你没那个揪，你还揪不下来。揪不下来。嗯。应该你揪不下来。往上来啊！哎呀，这可是好了，行的。这还有一个。好了，车也修起了。还行。咱能出发了，这下放心了，又能走10000公里。这弄好了，这多好嘞！行。现在这个问题就是看一下这块跑不跑的概率，跑概率应该是跑的。来。这原先是个医院的，不开了，在这儿弄一个，整天去跑。看看在新疆，你看看。进去。这是欠揍了，你啊，敲了一下好了。欠揍你啊！来没来没？你听话了没？听，要不扔了你完，你哪也不去。这么大的笼子，要不进，打了一下进去了。你这狗不是贱人？这就是你们以后的新家啊！哎，卧下，又不怕下雨。怕下雨了，你把这个给它倒下。我得买一根绳，我有一根绳，让你照雨也不怕下了，也不冷了。这也不怕下雨，也不冷。下雨的话，它也淋下不湿。下面有这么宽的距离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完美，无瑕了。哎呀，这多爽！馒头相伴，哎，这是放馒头，你能从这儿出来了？能钻出来了？这边，哎，怎么？你们怎么住上新房了？住上新房是不是激动的不行？你不吃了？啊，不吃正好啊，今天省点东西。我今天又要下馆子了，今天下馆子，庆祝一下你们的新房啊。臊子面，今天不做饭了，在西宁市的陕西面馆吃顿臊子面，还有一个肉夹馍。
这饼子好吃啊，酥酥的。这个饼子里面没有青椒，好像是没有。这是那会儿西宁的朋友们给送的水果和奶，两壶水，送过来的药，挂面，方便面，这也是方便面和香肠。我去吃饭了，那会儿朋友们还在这儿等了我一会儿，外面下着小雨，今天晚上就在这儿露营了，狗也放到狗笼子里面了，那收拾一下就准备睡觉了。今天还没有出了西宁市区，应该这块属于城北区吧，明天咱就出了西宁市区了。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，祝大家做个好梦，千万千万记得给点个小爱心，晚安了，朋友们，拜拜。